今天在松板家呢，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家人周活动。这假的一家人，感情还真好。对不起，我一直很任性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因为我想护住自己的人生。难道你忍心让娜娜米跟我们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松板家全部都白费了吗？求求你，请让七海留在台湾。每周六晚间10点 ，TVBS 欢乐台，幸福不二家。